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人胡欣，这位是我的双胞胎妹妹胡说八道，她来自虚拟在世界。哎，你最近怎么样？你看我最近看到那说话呢，那个我不一样，我已经跟他蛮一样的，你有想挑战他不？走啊，我们来去健身房运动吧。健身房哦，你刚才要最近去健身房，那个出洋，那个女体温，那个擦擦擦。这不像你呢。不然你可以试着早一点起来去公园走走啊。去公园哦，那走走。Yeah. 啊，你们怎样？我是想不想那么可怜和娘家里提成啊？你真的是啊！不然我给你推荐一支很胖的 YouTube 健身影片，你没事可以在家照着做啊。太粗的哦，那你就看还是别啊？啊，就高端一点嘛，高端不要走。你意见真的是非常多哎！啊，我想到了，我给你推荐一款最近超夯的5D 纯净体验设备。5D？ 5D 是国家比亚吗？那是什么设备啊？阿姨，使用起来根本就好杂呗。不会不会，只要一台简单的 VR 设备，一台轻便的脚踏车，就能轻松燃烧卡路里了。哦，原来是那样。那来不开哦。哎，等一下，时间不够了。大家好，我们是第11组，我们要报告题目是 5D 沉浸体验。我们的动机。大家都知道 ，VR 技术已经广泛的使用在各个领域了。例如，我们会去电影院看 3D 电影，我们会选择去体感中心体验 VR 游戏的。现代人呢，对于身材的管理也是日益的增加了。我们会选择去跑步，我们会选择上健身房，更有可能会请专门的健身教练来管理我们的体态。但是，就在今年初，疫情的爆发使得我们外出受到限制，因此本组利用 VR 结合脚踏车及 Arduino 创造一场 5D 的沉浸体验。没错，但是我们了解到，大部分人会十分规律地进行运动的安排，也了解到游戏是会让人成瘾的，所以本组希望将健身运动变成游戏。我们希望使用者不受空间、时间的限制，可以自由地在自家客厅也能安心地使用。那我们是恐怖的一些人群呢？像是害怕人群密集恐惧、讨厌运动还要等器材，或是运动时会感到枯燥感的人们。没错，本组的设计就是为了这些人准备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一台 VR 结合 Arduino， 一台轻便的脚踏车，就能游戏运动一次到位，刮风下雨也不怕，人群密集等得不耐烦都是没有的事情。再来谈谈我们的 VR 创新。针对创新，我们以两大特征为主：一、方向的控制。我们由飞轮车换成脚踏车，最主要就是让使用者可以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握方向。借由 VR 与脚踏车的结合，不仅是它的容易取得以及方向操控，更是居家嘛，我们希望更贴近便利以及机能性。第二项创新，我们结合了 Arduino， 我们的 Arduino 可以使风扇有强弱之分，同时我们的 Arduino 风扇吹向箱包，散发花香。针对的使用对象。上图是我们所针对的人群，但我们着重还是以居家人士为主。系统的目的，我们希望使用者以流畅的使用方式以及简便的安装步骤来有很好的体验。同时，我们一直强调了 5D 沉浸体验。5D 指的是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及动感五方位感受。没错，但是为了避免脚踏车成为装饰品，成为晒衣架。我们希望使用者可以借由功能性运动来提升整体的燃脂效果。功能性运动指的是符合我们人体自然条件下的运动方式哦。没错，针对使用者的目的，我们希望带给使用者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受。同时，因应疫情，我们希望使用者在居家也能轻松自在、安心的使用。综合所述，我们希望使用者减少枯燥感，提升整体的娱乐性质。这是我们的功能介绍。影片所描述的是使用者正在体验森林的场景，我们会搭配符合场景的音乐，同时借由有岔路口或是转弯，可以借由手把左右它的方向。当使用者在踩踏脚踏车时，会触发踏频感测器，同时遇到岔路，可以借由手把来左右它的方向移动。当使用者在踩踏脚踏车，会触发到风扇。风扇当你踩得越快，风扇转的运作也会越快。
同时遇到场景有花丛时，可以借由风扇吹向香包，散发它的花香。系统架构部分，抗频器借由 ANT Plus 连接到 Unity 收到抗频器传来的 RPM 值，可以使固件得以前进。同时 Unity 借由蓝牙传送值给 Arduino 借由运算得以使风扇得以运作。同时呢，当场景触发到控装器时，可以借由蓝牙传送值给 Arduino 借由运算可以使风扇吹向箱包，散发它的花香。开发工具与技术，本组使用到的有蓝牙技术连接、抗频感测器以及 Arduino。最后是我们的合作推广，协助治疗、辅助医生治疗患者、运动履历、使用大数据分析个人资讯，以及我们最后的社交活动，譬如说运动竞赛等等。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在疫情期间还是要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在室内记得保持社交距离，在外面记得戴口罩哦。以上是我们的报告，谢谢大家。